这个变频器带的水泵，现在水泵转不了。变频器现在报故障代码12223，有时候报12240，有时候报23，啥意思呢？什么故障？报23是对地有短路的故障，也就是漏电吗？电机对地短路，要更换电线或者是电机。40是，也是说电流过大，就是拉不动呗，或者是水泵不正常。他们说运行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出现这种现象了呢？就是说搞不懂是电机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。先断电，等故障现象消失，打开外盖，看一下控制线路。这个接线应该是压力传感器，就是向变频器反馈压力信号的，就像那个远传压力表。调速的近地和 COM 短接，接的这两个线应该是开关线，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，应该是接压力开关。既然显示电机有问题，那就测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。测一下漏不漏电。它这没有地线，这是个零线，那就一直表比对零线，另一表比测量水泵电机线。水泵是漏电的，水泵的电阻。先把水泵这个线拆下来，再测量一下。乘一档先调零，给万用表调零。就是调零以后测的更精准一些。测量水泵的三根线两之间，看看线圈电阻。表针到10欧，看看这两项也摆到10的位置，还可以，线圈还行，电机线圈没问题。再测一下漏电，一个表比查零线，万用表达到4开的档位，测漏电还是漏电的，电机是漏电的，也就是水泵是漏电的，也不知道是线漏电还是地下的电机漏电。拆下水泵电机以后，这样再送上电看一下。哎，好了，送上电。那我接上电试试。把电机线接好以后再试试。对，一共80多万。水泵转起来了，有水了，马上就报12240了。1240过载呀，还是对地暖炉？电流到了6安，多一点它就跳。这是水泵的问题吗？去找一下那个水泵，看看在哪。这个水泵在这儿，在地下，说是好几年没打开了。有压力传感器，等我能搬着看。我这里有个压力传感器，在管道上有一个压力传感器，然后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电线接头。电线接头，然后电线进入地下，线在这儿看没有破皮，没破皮。压力传感器是这一个，接在管道上，向变频器反馈压力信号。从接头这个位置测一下漏不漏电，测水不漏电可以把一直表比插在大地上，插在地下。接头这个位置我掐断了，直接测水泵是漏电的。这种漏电虽然说不上严重，但是确实是漏电的，也可能是这个线绝缘不行了导致漏电。那像这种怎么给它处理呢？我把这个水泵拆掉，
水泵线拆掉，直接接到电闸上，这样送电看水泵转不转，看一下电流。以前测的电流，再测测电流。是贵吧，和尚？应该没问题，我量着电机、线圈、电阻什么都正常。他只要电流超大的话，我就拉了。七安，6.8，电流还可以。这不是都不电流还可以。电流还可以，你撇了不是？你先看看那个水泵上不上水。去那个管道那里去看看。哦，管道呢？往下拉了啊。进没进水？进水吗？抽水正常。那是不是证明那个水泵没问题，变频器有问题呢？变频器不行，换个变频器啊。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。水泵直接接上以后，它打水，一会儿不压力罐就给你打满了。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，得把变频器拆回去测量一下，然后看看什么原因。他们还在用水，怎么弄呢？现在电流很稳，打水正常。怎么来给他把水接通呢？他们这一天天还不能断水，这有个交流接触器，还挺新，可以用一下。可以改一下。找到他的压力罐，这是压力开关。我准备用压力开关这两个触点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吸合和断开。给他接了个交流接触器，通过压力罐压力开关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吸合和断开，从而接通水泵。送完电试试。输出正常，输出电压正常，测的水泵没问题，输出电压正常。如果打满水以后，它会自动断开水泵。这个变频器我拿回去检修一下。还要测一下。测管压降。对。我在那里测了。跟我测的一样。我看看您的表呢。那个浅表，没问题。上个电试试。上电。上电看一下，电机转不转？你说它转到多少？转到，没毛病啊。1.1。变频器没问题啊。我多么就没问题，我感觉就没问题。它水泵有问题啊。这就尴尬了，这不尴尬。检测的还是他水泵有问题呗。那他水泵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老徐，他这个接上小电机没问题，还他水泵有问题呗？他水泵有问题，他线的漏电程度不足以。他漏电不严重。那就装起来呗。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公频接水泵耗时，变频接它就报故障代码呢？公频电和变频电它不一样，变频有保护，公频没有。
它这个三项输出有检测，检测到有异常，它就会保护起来，报警保护，然后停止运转，啊、保护电机、啊。但是公屏就没有。公屏就是缺项啊，或者什么情况呀、啊，稍微漏点电啊，它都不管，对，它就一直糊里转。那好吧，谢谢了，我得赶紧走。这么忙吗？哎呀，很忙。老徐，走了啊。也不多会儿，你给忙什么了？忙什么呢？忙着上市。早晨上早市，晚上赶夜市。慢点啊。他这样接水泵还挺好，用水正常，一直很正常。他们说先这样用也行，不用变频器，等水泵坏了以后再说。好了，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